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。小少爷回来了啊！今天是他回过来公司的第一天，把握好机会，一定要给他留下好印象。要是被小少爷看上，就不用上班了。既然是他的公司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少爷好。这个不错，来我办公室。坐。坐哪儿？坐这儿。我辞职不干了。陪我玩个游戏呗，答对了就放你走。好，说话算数。黑色还是白色？白色。火锅还是烧烤？火锅。离开我你后悔吗？哦，你说的是几年前分手的事儿啊？那我太后悔了。太后悔了。哎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不和你在一起。对对对，好你个仙子，看我怎么折磨你。小少爷回来了，居然是他的公司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好你个仙子，看我怎么折磨你。下班了。工作没做完不许下班。你感冒了？他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去那边隔离，别传染给别人。钳子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张泽渊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要去给小少爷送咖啡了。拿出去，我不喝。我不干了。听说老板最讨厌这种花花心思的女孩子，新来的你可得小心点，逃离他的魔掌。这下有办法了。嗨、啊、哇，上班穿的什么？给我进来一套。完了完了，你要被开除了。 Yes。 小少爷，你找我呀？门关上。你今天真漂亮，媳妇儿。你不是不喜欢这个类型的吗？只是你我喜欢。小少爷，你要等文件好了。通知下去，今天开会，我要介绍你们少夫人。喂，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，这下你跑不掉了吧？爱就是由我蒸发着你，嘿 ，So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，像我就。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不要吃外卖，少喝冰水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妈。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妈，你慢点儿。趁药不注意，赶快喝下去，就不苦了。妈，哎，掉吧掉吧，省得洗头发，夏天也凉快。贤子，我感觉好多了，哪都不疼了。你不要掉眼泪，哭多了就不好看了。妈，贤子，这是阿姨生前留给你的，她特意嘱咐我，在她离开后再交给你。我的小美女。别哭了，哭红了眼睛就不美了，笑一个。你多笑一下，妈就多吃晚饭。我只是先睡一下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下一辈子我们还做母女。